好消息是上帝永远不离弃你。朋友平安，让我们陪你读圣经，一天一章，生命发光。今天来读利未记第26章。上帝看以色列百姓，就好像是爸爸在教养孩子一样。孩子需要规范和正确的价值观，才能成长得好。而为了建立这些规范，就需要先告诉孩子们，正确的行为会带出好的结果。相反的，如果做错了，也会有惩罚，让我们有所警惕，不再重蹈覆辙。让我们来聆听上帝的教导吧，一起来读利未记第26章。利未记第26章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暂成的石像，向他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。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。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，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，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。我要眷顾你们，使你们生养众多，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。你们要吃陈粮，又因新粮挪开陈粮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，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。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，叫你们挺身而走。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我待你们就要这样。我必命定惊惶，叫眼目干瘪，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。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。我要向你们变脸，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。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，无人追赶，你们却要逃跑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，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，在你们的地如铜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，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，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不肯听从我，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。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，抢吃你们的儿女，吞灭你们的牲畜，使你们的人数减少，道路荒凉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，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。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，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，报复你们背约的仇，聚集你们在各城内，降瘟疫在你们中间，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你们的粮。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，按分量称给你们，你们要吃也吃不饱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，却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发烈怒，行事与你们反对，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，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，也要吃女儿的肉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，砍下你们的日像，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，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。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，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。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，我要使地成为荒场，住在其上的仇敌
就因此诧异，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，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，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，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，你们的地荒凉，要享受众安息，正在那时候，地要歇息，享受安息。地多时为荒场，就要多时歇息。地这样歇息，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，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，要追赶他们，他们要逃避，像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，却要跌倒，无人追赶，他们要彼此撞跌，像在刀剑之前。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，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，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。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，在仇敌之地消灭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，就是干犯我的那罪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，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，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。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他们离开这地，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，就要享受安息，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，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。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。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做他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些律例、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借着摩西立的。感谢神，他是有公义也有怜悯的神。经文的最后，他仍然给了百姓悔改机会，也遵守他所立下的慈爱之约。想想看，读完这章经文后，你心里所留下的印象是着重在顺服神的好消息，或是离弃神的坏消息呢？鼓励你带着一颗警醒的心，把眼目专注在顺服神、敬畏神的祝福上，并且依靠着神的爱去活出这样的生命，相信他必会照着他所说的来祝福你，也看顾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有毅力、有爱神的心，一生都走在蒙神喜悦的道路上，不偏不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你会看见很多丰盛的祝福哦。陪你读圣经，我们明天见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